吃素的心是快乐的，护生的心是感动的，念佛的心是平静的，护持的心是感恩的。生命电视与您心心相系。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十年啊，两位个主教上个十年就是讲十宝嘞，那个翻十年读书冇重要哈。两位就讲你十宝嘞，年是完毕个意思，年是变做了开始哈，这叫诗人嘛，合法通年年一模一样哈，一模一样。翻十年，翻十年啊，年个十年就是讲太个严肃。都托把归来是宝嘞，啊，乃收拾一半，就把这个托把开始个一半要收起来啊，是宝嘞吗？他也要收起来啊，还就把嘛，一些水水枪收起来，啊，一水就人。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讲哇，是宝水摆好嘞哈，还了水浆，什么个水浆呢？你应当个第四家嘛，你不再是托把哈。出感染都没作害啊，都是大赤脚。嗯，我含金顺夫行是立体细致，莲花成就，金色就咋显显就行开，就四边做显示哈显，都说显示显啊就大赤脚了，大赤脚赤脚嘛，大不赤脚啊，显显就行开，鬼在色赤成夫色赤。啊，搿三点是该做该个事哈，色是下面个也是读草草，啊，色草成物，随方好人呀。呀，释迦牟尼佛十宝以后色脚哈，色就一个色脚，脚就是脚，色脚是一种示范，啊，做太家出家人的模范嘛，啊，本来呀，因为按照我含健康讲。讲佛行嘅时间哈，这个脚啊，脚大离开天面四寸，冇踏到天内。释迦牟尼佛，这个脚行路唔是踏到天内，因为佢脚落天嘅时候呢，就会有一类莲花成家脚大，两千两年前，可是冇看到哈。一看释迦牟尼佛行路，一只脚踏落去都莲花成啊，一脚踏下去都莲花成啊，一唔是踏到天内，离天四寸，哦，个行好嘅，有大赤脚，嗯。可是没看到，下一辈当将来哈，弥勒佛成佛，大家来看哈，看见大赤脚，看个离体四寸的情况。因为佮莲花成就，应当脚唔会拉伤吧？那何必说呢？释迦佛嘅脚唔会拉伤错，因为佮对莲花成就，那会拉伤呢？唔会达到天来。哎，现在做嘛个四脚呢？因为大家都大赤脚哈，成就大赤脚，唔但释迦牟尼佛大赤脚。其他的比丘全部大赤脚，现在南传佛教的比丘出去头发还是大赤脚。哦，今日天是相当辛苦诶，现在的柏油路啊，该亲像煎熬状样诶呢。大赤脚冇作害吼，他在天内向该受到吼，该头个煎熬状同样非常受。去头发归来吼，冷水洗洗也清凉。像你寒天哦，不但是冇作慢了，还也冇作。大赤脚去出去托拔吼，我想脚都不要冻伤哦。啊，佮最好按两条水手比摄像做的，都冇可能啦。哈，也都是俺们讲，谁来讲寒番？实际上，副差事是个副梯子都按辛苦，托拔其实是挺辛苦的事情呢，没简单啦、啊。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虽然脚大，没那么多奶，没有拉伤，可是呢，释放啊，所以归来时间摄脚，讲法脚难道有存在的污秽？啊，所以要洗脚，那么其他的比丘一样啊，都要洗脚，啊，也就是佛按来做，随方好人家，
水从上之下示范做模范本人看。你看释迦牟尼佛出去托把都打擦脚啊，去托把跪了都要洗脚啊，做菩提子运动也要按理好。也就是说啊，凡事呢属一般舍就一个解释啊。下面讲辅错与错最后一句哈，错是错位。释迦牟尼佛差事的时节的习惯哈，每一早晨都去托拜，托拜归来就吃饭，吃饱了就啊洗拜漱衣，然后睡觉。太搞了，都工作做好了哈，就在讲堂上坐下来。讲堂上按照顺序次位坐下来啊，前书记在前坐，后书记在后坐，就规定顺序坐下来。坐下来是讲嘛，你佛秋才法坐上十宝章说法，太敢十宝了哈啊，整理事情好了啊，然后坐下来哈，轻轻躺佛说法，每一个神法啦，可能都会按的。所以现在就有两个因缘哈，辅错与错，我来说法本来给他，辅展开的意思，错是错位，在错位上啊，把错去展开来啊。然后坐在坐机上面来说法，下面的解释讲，辅错与错者，他见施者辅错，为说不遮啊，复次辅错。两解释的原因为讲法，释迦牟尼佛差事的时候，喺讲其他的经啊，有施者或是辅赞错位本复错。现在有没有讲不遮呢？讲金刚不遮的道理，为了尊重不遮哈。单单说把这个脱离啊，佛赐给亲身辅错，因为把这是祖父之母啊，生长祖父的所在，所以佛讲把这件哈，自己亲身辅错，无本事再去辅错啊。怎么个按来做呢？以尊重把这个，因为尊重把这个太法，智陀菩萨母啊，所以那个把这土啊，就是行菩萨托给人而成佛。靠把这之徒啊做一个父母啊，成就一个佛果，所以尊重把这是咱们的佛众人成佛果，只有姑娘到过去修行啊，行菩萨多个时间，靠把这个脱离，所以自己能够修行成佛，因此尊重把这，所以讲把这件啊，不但金刚把这太夫把这也重要，讲把这个脱离，佛自己亲身辅助。就按你把经文第二段的法西斯唔多睇啲文字上的解释，就讲清楚啦。下面综合起来啊，作以此不表解，辅助以错表天，以解天法西不遮，令人感相非异也。也说明法西引人的特殊啊。用作神奇的以持不去托不缺失，也表示持戒前向讲学佛啊，而戒天非三无了康啊，戒为基础，所以用作以持不来表示讲话，你众人而小不这个智慧啊，也要持戒前向，所以用作以持不来表示戒法。辅错与错啊，错就是表示听，表示三听。有界神天引天发挥啊，实在名为三无了哈，要令人认嘅法。佛为高人讲，以言此界得神主神天，天灭苦智慧，所以界能神神天，也能增长智慧，所以界为基础啊，三重六角以界为基啊，界是第一流为基础，天是第二流。把这智慧是第三流，所以必定要有第一流、第二流的基础。用戒天来做把这个法器引人，以戒天法器引人，以就是用戒用天来做把这金刚把这个法器引人，使令一般学佛的人啊，观察两种的现象，体会佛教导人啊开发智慧的意义。你要开发智慧，要有戒有天，喺无戒无天，智慧不能成为真慧，所以要成就把这个妙慧，要有戒有天。然此作以此不
蛇就浮出，把这真迹呀一留下无意义。耶稣也没作假哈，还参什么人？还以为上司，所以出了位啊，透露出一些商机，表示一个商个啊，总门下个道理。耶稣讲一次，讲两位金刚经上用作一词吧，蛇就浮出啊。两个虽然是思想上的发现一样的，但是把这个真实的根基，把这真实的基因已经泄露一部分出来了，也可以讲全部已经泄露出来了。金刚把这个妙理啊，就在两个作一词把浮错一错中间已经泄露出来，没有剩余了。你就在那里，你儿子就可以得到把这个真理。故孔神不太以来开口，偏袒其有太是灵山养法呀，假呀迷笑，你人没事心痛，一出一落，难咋相言。俩见哪里个三种的公案了、来说明讲，因此之故呢，孔神就是西菩提，啊，孔神呐、就是西菩提，有三千。有三结啊，像释菩提、空神尊者，摩登多佛开口，以来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摩登多佛开口，祈求贤来赞叹过啊，稀有世尊。他们节目一开始就赞叹稀有世尊啦，啊，释菩提就按你赞叹，几位赞叹呐、两人就是几差两个，作一次半辅错一错当中，已经体悟到三级了。秦腔佛讲一咩以前嘅连山人化嘅啊，加一弥修嘅几人重要啊？人化弥修嘅啊一个典故啊啊，出在太上天王门佛建义经。太上天王门佛建义经上底部有讲，讲释迦牟尼佛讲一咩之前呐、在太平说法嘅时间，曾有一次按嚟做啊。当时就讲话，我有正法圆通，涅槃妙心，一相无相实相之法，全本假呀，复以摩诃假呀，这就是由缘法引起。讲释迦牟尼佛在灵山非常说法的时间，有一日讲到中间讲，我传法了，看万人得了，多多的个太上天王供养一堆莲花，一头染起来。啱啲嚟问睇下，看一下，睇下生意天堂个堂堂都复传法嘛，望啲无堂都班杂师，复哪一一个莲花来？只有假一尊者破人迷修，摩诃假一尊者，迷迷一修，假一尊者皈依啦，假一尊者得法啦。所以佛将讲把你啊，跟三种嘅妙法，讲我有一盘嘅呢个妙法，一相无相，实相之法，全部摩诃假一。那根本全本假一尊者，所以分别都是假一尊者、摩诃假一、头陀第一个假一尊者为体一组，在三种的传单六行头有记载，为体一组。讲两个假一面修就是得法，两位释菩提看到佛的行通，突发解释的情况，既然听悟到赞叹稀有，好像给两位尊者呀，没是心通，心中没没。不是讲出来表达出来，其内心已经通透，得到佛的把这个真理啊，一出一入，像一中央一个佛所指的法律表现出来中央。所以意思就讲，释菩提后面的强门呐、秋香假一尊者在灵山非常弥修得法的情况啊，可以讲两个人完全相同，男者相人，你等大家看个人，男就是看。你能太敢看佛经的人，对于你也该脱离哈，看到金刚经，你也该脱离，你应当要去细细参详啊，认真去体会啊，也爱像释菩提安的得法的个几人啊，也爱像假一尊者破人迷修得法的几人，希望都能得到太快太悟了。你也为你也团发起四个解释，一个解释清楚啊。简单扼要就把法起事啊，就讲说个一清楚了啊。如果要把两日团文
法语引言哈，内涵嘅脱离，我讲到清清楚啊。内涵嘅脱离清多，我一一发挥清楚哈。春台民国初年有一位江密农技师啊，江密农技师做一部《金刚经》讲义，这个《金刚经》讲义方啊，对这个法语世界内容哈。是引申出来的脱离分为十团，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详细。家庭以上的进一步求了解哈，不妨看看那个江密农技师的《金刚经》讲义。一本《金刚经》讲义哈，讲得非常非常的详细。你喺招个人文来讲，佢恐怕是三十年嘛讲唔会完嘅道理嘅呢啊！所以佢嘅内容讲得非常详细。从古以来，所有金刚经嘅注解，没有比江密农技师嘅讲义更详细嘅啦啊！喺其他嘅前目论，现在我哋讲呢个法喜师，法喜师就是撇师，一个法喜师呢系通嘅几人嘅道理，现在嘅书本上嘅严固嘅解释，简单扼要。太体主要的素材都有讲到了，如果你要进一步详细研究，不妨去参考江密农技师的讲义啊。各位三弟兄，金刚经上回讲到第二十页，现在从第二十一页，第二正中分对两位开始啊。经文是藏罗西菩提猜太种种即穷初喜偏袒右肩右起出体合掌窘境一百佛年喜有师尊以来三夫念主菩萨三夫祖主菩萨师尊三男至三五年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缘何处缘何降伏其心也是释菩提尊者开头讲门的法普通一般流通本的十本的金刚经啊有三十二分前面的四条西方的同时撇西真心西法西西啊也成为法会因有分这是第一第二一团啊也成为三千七千分属第二后面复杂的法将成为胎生正种分第三他把金刚经分为三十二分啊这是南北朝南朝梁武帝的太子小统赵敏太子所听下来的三十二分一个三十二分啊并不是正确有的地方割裂经文过于严重不是好据传说讲当时梁武帝最崇拜一个伯智伯智三子平常讲称智公啊往往为老的宋朝的托祭祭典无上分浪尤其后来话智祭啊难分所以往往把这个梁朝南北朝梁朝梁武帝时代的伯智三子分合在宋朝的托祭的祭典无上相差太远不但朝代相差远而其讲经的行通也太不相同梁朝时代梁武帝时节的伯智三子人们人尊重其直称于杂是称智公这智啊念诗篇中的智乡的智伯智念诗篇中的智乡的智没智也没其他的智不只是观世音菩萨发生因为他临终有念命的时间有一个法家相可是因法发不出来
啊，看唔准来翻。就当时报纸讲，跟人师傅来翻，你翻来跟人本跟人养好啦。佢树堆那个啊，中间的鼻孔啊，你鼻一下弯个下，现出观世音菩萨像。啊，所以就直接讲话，报纸上时啊，就是观世音菩萨发生的事，没普通人啊。那么当时九闽太子把金刚经分为三十一份，分好以后啊，拿本报纸上时看，问志公和尚，讲啊，佮安尼分啊，对于两部经，对于众生读诵金刚经有帮助吗？有好处吗？当时志公给答复讲：“好是好啦，他你呀、啊，乐天用有份，嗯，好是好，他你乐天用有份。哎，九闽太子恩惠啊，以前我看见对众生有利益的，挨乐天用有嘛相关了，是发生一种恩惠。实际上呢，波智禅师的意思吧，你们就是太子，尊重这些太子，将来为一国之主。”所以因此不敢讲不好，这个好是好，大家谁是谁好啊？他呢，你可能要落听哟。原因就是一个三生一分，各地经文各以言冲啊，有的地方没一好。他是因为莫讲话，日本话讲阿萨利，莫阿萨利切团讲话的莫流通，那么又是当时给皇太子传下来的。所以因这个三生一分就普遍流通啊。我记得我生年的时候，一般读金刚经、诵金刚经，都把三生一分连了去诵，唔好。后来我懂得佛法，研究过，你得讲话，一到过身太太都喊人讲诵金刚经啊，这三生一分唔好读落去，免之各列经文。啊，纵然有三生一分嘅嘅名称就嘅地方排练，他唔好读。莫托顺着经文托下去就好，该三生一分莫托，所以除了为我顺便啊提出来老太太说明，你平常诵金刚经有啊，念该三生一分的习惯哈，我改改的，该三生一分莫念，一开头就是意思我会念下就好啊，该三生一分统统按拿来六题莫念，按你经文就唔会改的，因为原本就莫分分啦。一部金刚经五千人是不算多啊，无分状态，所以这三生一分你当主解看就好，当主解看啊，当主解看有的地方是有帮助，比如我发挥云有分，哎，同 CPC 真心发起讲发挥云有合理啊，啊，啊你啊一讲讲三相气象，三相就是西菩提，讲三相气象分个也合理啊，你看就是三相西菩提存在气象分。是下面的经文也有合理，啊，但是胎生正种分，虽然是正种没错，可是问世人我会像第三分将是正种，后面后变没了，该就是会发生各类的情况，所以无论如何，你诵金刚经、读诵金刚经啊，三生一分莫读落去，一定要注意，三生一分莫读落去。一开始金刚把这波罗蜜经教下去，就意思我问意思，或者三昧观安尼就好啊，继续读下去。中间嘅三生一分嘅文字，一天莫读啊。现在阿听讲一本注解，是按三十嘅嘅注解啊，佢把以下嘅经文就按照正中分了啊。这个用意就是讲。一个摩西菩提的强门后面的正宗不会出来，所以西菩提的强门就是正宗，就是正宗的开始，正宗的开始的正门，所以因此之故呢，其中两位就配有正宗分，而两位啊，给摩扎哥详细分科啊，就讲下面的经文一次跳到佛说此经义以前统统都是正宗、啊、关于两内容的解释哈，看到主解的上面就可以说的。经文上有一句啊，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因缘何处的一句哈，普通一般流通本都写作缘何因处，实际上缘何因处不错，因是哪头当不？因缘何处让错？原因就是给我们是三藏法师翻译给世界哈。
实际上就是应运而出。因为根据唐人下经啊，唐朝的下唐朝人下的金刚经啊，都下应运而出啊。你看，一定是后来呀、因为流通到普遍了，故事又用朝下，朝下因为看到后面呐、有运河运出，挖到中央，所以你也下成运河运出，这就错误了。因当时你也第一次的门呐、是运运河出，后面啊，这一团的门虽然内容看起来一中央啊，后面是运河运出。关于这个不同点，人人在那边讲到经文章来说明啊。不过经文呢，应当要提运运河出。不是运河运出，你众人你托个金刚经，那写做运河运出啊，你也应当个托做应运河出，无怪无有见，这个地的多俩句要托应运河出，后面将是运河运出，你也会应运河出啊。今天下就按照下面的解释啦，顺序跟托金刚，解释该文上讲，此三现神像呀，三现就是西菩提。啊，西菩提的名字啊，西菩提是印度话，梵神中国话有三种名，啊，空山、山仙、山吉，有两种的翻译跟音译啊，念念就是讲，因为西菩提是解空体吉，多生修了就是啊，转修把这真空的，这个修门就要修真空。所以他在印度老师家世尊同时的时间，他讲神啊，一出世的时间了哈，他屋卡的仓库和那金银器物全部空了，全部没的，仓库门打开来看到全部空空，没半样东西，现空啊。那感觉到他的父母看到出镜啊，用什么安呢？请那个相师来观察，讲哦，两种的现空啊，好事。但是给出世的好的现象，所以因此因为给出世的时间仓库现空相，上方很多空神，空神出世的时间啊，仓库现空相，给没有有空啊，一下子的呢，过一段时间那个仓库的东西又现出来了，现出来了，所以我很多三现，过一段时间东西万物金元宝物又现出来了，回风延长。所以啊，几个父母讲，哎，搿俩挺好啊！啊，相师也讲，亚种搿现象是挺好个现象。所以因此有条暗名叫做山仙，山仙啊，因为你啊有山有河哈，所以有叫做山吉吉祥相，山吉啊，所以空山、山仙、山吉都是西菩提的音译啊，要给音译的音译。所以三仙普通一般讲三仙哈多，所以三十一分也讲三仙吉祥分。此三仙神像也讲的啊，就西菩提尊者，神门强求佛光金刚把这个道理。第二种就是三仙西菩提尊者神像求佛来说明这个金刚把这个道理，所以按照三仙神像就是吉祥的意思，神门吉祥啊。下面讲风中采旗，这家是旗子哈，旗子竹丝头，现在书本上写的哈，竹丝头泥丝脚，玉丝下面一家像五人的五丝，你要不要真相它也可以真相哈，无边上还有拿来用方太阳印出来真相吧，竹丝头旗丝脚啊，竹丝头，细丝脚，细孔的细呀。竹丝头，细丝脚，将是奇思的真相。突奇，突然突奇，合法啊！为了我念奇多的奇啊，那个同音啦啊。风中采奇，奇是什么个东西呢？故事雕种的架子，上故事人雕种啊，也给书的清装的书哎，清杂的书哎。你啊将大王一举出来啊，大王啊呢插顺条大王一举出来啊，要出来的时候才出来没雕种，才雕种风中才起个旗啊，是两个雕种的工具，是两个雕种的架子
啊，从前吊钟都是用按那个方式吊，啊，没像今天还贴金矿固定啊，反正做个时间，如果二厂那位吊钟贴的按偏落去，头摆干那个木梳木哈，几多磨合按吊钟的所在，所以吊钟呢，一个轻装的书哎，轻安轻活的书哎，轻吃的啊，然后看到结果，插顺头吊起轻安的。像几有数样啊！按你青眼嘅数啊，掉落去，掉落去啊，所以咪掉掉中嘅，啊中嘅唔会跨到嘅范围啊！按你大中嘅棋，一个棋，风中菜棋嘅棋呀，就会掉中嘅嘅几数诶，掉中嘅几数诶。有头讲按到将木，将木就大点，大点按到将木。也有讲按到王棋，王棋就是指个大王掉中嘅几数诶啊！所以风中菜棋啊，意思就是说这风是太太中吊出来的中介啊，吊出来的中介啊，回扣不明，扣就是大啊，中不大不明啊，扣就是大，中某去大几吊出来的机器感不像中某去大某你去大吊出来的中介啊，机器感不像，比如俺们现在太天啊，一定要有中出来的总调练出来总虽然清红的伤啊，我心想可是某人拿这个锤去打几次感不会想啊，这是比方讲佛虽然善能说法，可是呢某人强门啊某几人好讲，就像风中菜口啊，风中菜起家一行某人拿锤去打几次敢不想，佛虽然三说法，敌得人人多来改当二光金光金。家庭无师傅的强门，无该几人何讲？前向种在种家一行啊，无人答不想，脱离穷人。法师本念啊，太门来说，也就说明个风中菜棋回扣不明的意思。风中菜棋回扣不明啊，是比方，讲佛虽然给善人用佛法的布施本众生，给唔会念习念啊，见念不念就唔会念习，说明佛嘅慈悲呀、啊。佛太慈太悲，给有法就布施，佛唔会念习，唔会讲啊一万人啊，人讲不一堂，万人唔讲不一堂，给冇按你分别。就像中央诶，有大事就会想，给冇分别讲万人去大众。佛说法嘛，永远问题就讲，莫分别讲二万人问，所以佛嘅法师平等，佢唔会念习，一天随几人就布施。可是呢，太门来说，他是等待，等待有人抢门，然后将讲，冇可能讲，哎，你来，俺讲几门一堂，冇可能那个事情啊。别听到有人问，也就讲。没人问当然就没机会讲，所以等待有人问然后将法章布施出来将讲出来虽然佛三说法不会念习，他说有人问啊，没人问没随便讲啊，一方面对把这个没有法的尊重啊没人问就讲出来啊，他好像是开店来卖中央也不会讲啊像该做生意人开出来卖不会啊你啊并没讲国立车太多人啊在那出来啊五家四家安有了不会啊你开店出来卖不会啊你，所以也中央面对讲两个时间我来说法了，可是呢没人问不会自己提出来讲，所以电台师傅的枪门副枪门拿出来讲，这是地缘一会啊，地修给国土人啊，就在那个地修给国土人一个发挥中，地缘一会是指两幅金光经的发挥了啊，该有拗法之心，所有的堂中都对于佛法有爱拗的心，大家都想个堂法啊，为感善强骗人啊，想到佛的威德去去尊崇，不敢随便转移就拿出来抢求善转移的意思，俺不敢随便去把吃住吃装转移就提出来抢求，普通一般啊他家就尊重佛不敢随便问所以我等他有机会是有的状落
西菩提藏此用空山一名山仙盖空体业。该当时在结果图人的法会上有其有修得的长老有年其长是有的长年老其实有的又是长老加上年是释迦牟尼佛当时释菩提的年龄也多了年纪也多了所以才会也是一位老年的长老在比丘众中是长年的长老其实有的有修的因为其实戒空体业在无尽上面是太阿罗汉那么其有的又是长年的长老了寿年长现在是一位长老所以提出了项目一个人嘛人呢好释菩提这个名号按照释菩提一个人释菩提印度法梵神中国法次元空山次之外人一个现在待个地方讲的中国人就称为空山也按照山仙也前面已经讲过了盖空体业即在佛的十胎体制当中即是盖空体业对真空的脱离即是了解的最彻底所以讲为着盖空体业的释菩提尊者以以来作以此不付出以所之此顿然发明不遮心体就在看到释迦世尊作这个圣洁的太乙受持这个托跋雍的翻版去托跋托跋归来释报以后扶坐去站坐去了坐然后准备二十法的时间都多太家坐好释菩提就出了墙门那么金刚般若的墙门呢因为看到佛去托跋乞食回来在这个日常行间的现象中突然间五道八支的妙念就在佛的行处从我机智通心的中间释菩提突然顿然就顿时间五道八支的脱离发明把这个真心离体所以第几第十刚才就第的众生的紧急神受也第的佛二十来的把这个脱离的几样的时间已经神受所以即从法空之错以去彼之之用俩都是要思想显法你从初起释菩提从初起这是这个经文所讲的即从初起猜胎种种即从初起讲起从初不用放起来这初位就指这个法空之初我空法空七真真空的人错的错位成为法空之错释菩提有太智慧有太慈悲爱护众生希望众生得把这个利益所以神以彼智之用彼太彼心要使众生得利益智太智慧上求佛陀彼哈发众生所以释菩提外现上文神内比菩萨很所以给神意的太比心爱护众生来度众生太智慧要上求佛陀神意两种没有用所以出来抢问偏袒右肩袒右肩却右起就右起出题袒右肩呢坐等唐法的时间是两只肩头把皮衣全身包起来印度人穷钱了只是一两胎布一个所谓五一七一胎一就是一天胎胎的布像皮蛋一样的把全身都包起来坐等躺进来时间就鬼家身子包起来都裹在那个一件衣服现在要抢法嘛对付了表示穷金所以把右肩袒露出来右边的肩头袒露出来袈裟搭出来左肩所以讲偏袒右肩，袒是露把衫搭在左肩右肩露出来，
开嘅时间呢，右脚嘅膝头开落去，按到俯开。平常两只脚都开落去，两只脚膝头开到底，加按到长开。单开右脚左脚冇开啊，加就按到一个俯开。西菩提二强门佛法，来到释迦牟尼佛嘅法座前啊，袒露右肩。表示由师弟子福气咯，对佛的尊重，对师长的尊重，所以路有见开有切，表示对佛的恭敬，通通都属有，皆缘有者，表顺也，有就是顺，有就是顺，顺有变啊，该就按照顺，做就按照念啊，所以阿人拜佛困佛，困佛而有。佛嘅佛像嘅右边，唔系指人数嘅右边。比如我现在眼睇见佛安尼像啊，安人像佛呢？男人来讲嘛，就是人嘅左边咯。可是两个右啊，指佛像嘅右，佛像嘅右边，佛像安尼坐，佛嘅右边。所以眼睇看佛，比听到兄弟啊，佛像嘅右边安尼绕过去，冇对佛像嘅左边绕过来，佢就安度捏，安度捏啊。所以在佛天堂行啊，都要有一天嘅规矩。家庭讲话，你爱过来的那边他拿东西，也要从前面扭过来，前面扭过来，拿到办好，对后面他扭过去，唔可以讲话对后面来丢前面去，你说压，点都压，唔对啦。所以在佛天堂吼，不但是困佛，而就按那个规矩，平常做事办事行动啊，都要注意两个问题，都要注意按那个规矩。所以我曾看到有人啊，来佛殿堂拜佛拜了以后，点念佛也做个行啊念佛，可是佢唔知点都行，对这边行啊来，对左边一按嚟点啊上嚟，按嚟行过去都唔错。所以我看到马上我就对说明，讲按嚟按到一行，左转一行唔对，按嚟不但是冇功德，而且有过失。所以一天啊右转右转，中间就顺时钟方向啊，顺时钟方向按嚟行，按嚟行。咱们唱啊，所以右就是顺，就有恭敬；左就是压，就有高势。所以在佛前哈，必定要注意啊，从前面行来，对后面转过去啊，右边佛像的右边，所以表示顺，给人右者表顺也，表示讲按理就有顺服佛法的意念啊。合掌表示于里面也，在文化的时间松手合十，这样就是合掌。合掌就是表示说太子老真理免合，免就是合的意思，至于理免就是至于理合，表示说本有的根本是指老了的所证的真理完全相合，所以说合十合掌十一手指合起来表示恭敬。所以佛法的礼貌，佛教徒的礼貌最大限度合掌，彼此见面合掌合掌就会恭敬。此上接受家四期强法之意，上面讲的话就是接受的人，当时接受经的人把上面的一段话写出来，表示讲其实当时释菩提尊者而强问以前的威仪，所以是藏罗西菩提猜太种种即穷初期偏袒有见有情出体合掌恭敬一百分人，这都是接受的人吸收出来的话。所以呢，此上是接受加四期强法之意，接受经的时间，阿难尊者接受经的时间吸收当时强法的人的威仪讲释菩提当时强法有按那个尊重的威仪来相互强法。哈善先赞强，讲以下的经文就是释菩提赞叹佛就是三佛念诸菩萨，三佛众诸菩萨，这是赞叹先赞叹佛，然后让强法善男子善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处云何复起心，也就是强两一段文有赞有强，先赞后强，所以说先赞然以来你有没有处他人不敌，以空身托底子乃赞人喜忧，然是转一次
讲使徒点样办会赞叹福三福音三福座，而咪几超差二来就是释迦牟尼佛。刚才释迦牟尼佛平常你用自种啊，托不缺失，付出而错，两种嘅你用种嘅回忆啊，体悟到微妙嘅脱离出来啊，把这个妙你都要会显露出来，坦然不敌，别人看不出。别人只看到夫妻托办啦，回来吃饭啦，吃饱睡觉啊，睡好来付出一错。哎，内涵该把这套的别人悟不到，啊，是坦然不敌。以空山托底子，空山就是西菩提啊。讲只有西菩提上底的，底的讲底下的境界啊，哦，佛显示出来个把这妙音，哎，给突然神奇的个赞叹，啊，那个心情，我来讲法，所以乃赞扬喜酒。所以讲赞叹赞叹我啊，实在喜气逍遥啊，喜气逍遥，喜遥去喜气，两种嘅妙音，阿弥陀佛嘅无言说中表现出来，实在逍遥啊，该抗劫难逢啊，太前唯一去躲得在啊，个两种嘅喜遥啊，太前世界。也无难得天一位，只有释迦牟尼佛能有。抗劫难逢，抗是因，救因劫来难逢，难以个机会。所以太前唯一，其多的在，今年叫得到许多吗？其实反问是，暗河的几人得到根本呢？看到佛的表现出来的白遮妙呢？咁系去容易有的吗？所以啊，感觉到需要，站在哪里赞叹？
献给狗狗的白雪世界。史邦奇是一只哈士奇和德国狼犬的混种狗，它被人遗弃在了街头。幸运的是，它被威斯康星州动物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于是它便在收容所里等待着新主人的到来。嗨，史邦奇，你在看什么呢？我的好朋友汤姆刚刚被人领养走了，他真幸福，有了自己的主人。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自己的主人啊？史邦奇，你长得这么可爱，一定很快会遇到爱你的主人的。嗯，希望我的主人能够快点来到。哎呀，下雪了，看来今天不会再有人来我们这里领养宠物了。雪，下雪了，好漂亮的雪花。史邦奇，下雪而已，你有需要这么兴奋吗？当然了，我最喜欢下雪了，好想跑到雪地里玩一玩啊。哦，我差点忘了，你身上拥有哈士奇的血统，我想喜欢雪应该是雪橇犬的天性吧。是谁？是谁来了？好像是一位陌生人。哎呀，艾希莉小姐，下这么大的雪你也来呀？哎，我还以为你今天不会来了呢。昨天就已经和你们约好了，我怎么能够失约呢？艾希莉小姐，你真是个信守约定的人啊。来吧，我们这里等待领养的狗狗非常多，谁能够成为你的宠物，那真是他的福气。咦，这只小狗怎么这么兴奋啊？哦，你是说史邦奇啊？他呀，非常喜欢雪，每次看到下雪，他都会格外兴奋。是吗？我也非常喜欢雪耶，能把它放出来玩玩吗？当然可以了。你看，他就是这样，特别喜欢玩雪。那我就选他了。嗯，好的，我相信史邦奇跟了你一定会非常幸福的。就这样，喜欢雪的艾希莉领养了同样喜欢雪的史邦奇。哈哈哈，好了，不玩了，史邦奇，我们休息一会儿吧。史邦奇，我想以后我们很难再有机会玩雪了，我们要搬家了，要搬到南方靠近加勒比海的德克萨斯州，那里的冬天很少下雪的。你愿意跟我去不太下雪的德克萨斯州吗？谢谢你，谢谢你愿意陪着我，史邦奇。就这样，艾希莉带着史邦奇搬到了美国南方的德克萨斯州之后，喜欢玩雪的史邦奇就再也没接触过雪。史邦奇，你是不是又想玩雪了？真是对不起，这里很少下雪的。不过我答应你，以后有机会我一定再陪你玩雪的。然而艾希莉一直居住在德克萨斯州，没有机会带着史邦奇去寒冷的北方玩雪。
史邦奇，史邦奇，你在哪里呀？我给你买好吃的回来喽。史邦奇，最近你怎么精神都不太好呢？你看，我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饲料耶。奇怪了，过去他一闻到这个饲料的味道，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可是最近他好像一点胃口也没有啊。艾希莉，我看史邦奇好像是生病了，他最近的状况不太对，我们应该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嗯，史邦奇最近的确有点反常，是该检查一下了。艾希莉，你的狗狗已经是癌症末期了。啊，这怎么可能？史邦奇他那么健康，怎么会是癌症末期啊？医生，那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治疗康复的吗？没有了，癌症末期还能有什么办法？看得出来他非常依赖你们，所以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多陪陪他吧。嗯。真不敢相信，我真不敢相信，史邦奇怎么会得到癌症呢？他是那么的强壮。艾希莉，不要太伤心了，我们不应该让史邦奇感觉到悲伤。接下来的日子，我们要让他在欢笑声中度过。对，你说的没错，我要让接下来的这段日子成为史邦奇记忆中最美好的时光。史邦奇，可是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他喜欢什么，我们就为他做什么呀。对了，雪，史邦奇最喜欢玩雪了。嗯。史邦奇，你想玩雪是吧？好，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和你一起痛痛快快地玩雪的，就像过去那样。艾希莉，你怎么能答应他这种要求啊？要知道现在可是夏天，就算是冬天，我们这里也不一定会下雪啊。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史邦奇玩到雪的。为了满足史邦奇的愿望，艾希莉和朋友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艾希莉，你这是要做什么呀？这是什么机器呢？这是一台人工造雪机。啊，人工造雪机？没错，我们和艾希莉一起租了一台人工造雪机，我们要在这里一起为史邦奇下一场盛夏里的六月雪。好了，安装成功了，我要开机了。好的，成功了，真的下雪了。不知道史邦奇看到后会有什么反应。雪，是雪，下雪了，太棒了，下雪了。你们看，史邦奇多高兴。咦，这场雪和记忆中的怎么不一样啊？周围一点都不冷。史邦奇，虽然这不是真正的雪，但我们希望你能感到快乐。